这种题目真是简单到爆炸，对不对？像这种题目，这种题目啊，在这几年啊，老师就大概随机的啊挑几题啊，就是比较属于这种题型的，好、啊、跟同学们做个介绍，对不对？好、啊、像这个题目，对，纯计算，对，当然说你不要爆开来了啊，可以用一些小方法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在这种题目，解联例。啊，这同学在国在他那时候国语时候解都不想解的，对，好、啊，会考就考出来，真的蛮简单的哈。啊，所以这算错就算亏大喽。OK， 好，那有别于我们的这个必拿基础题啊，那接下来就是同学们要啊把握所谓的抢分题哦。这个抢分题大概差不多也是差不多5到7题到8题左右哈、啊，每年不等。那这个抢分题的一个特色啊，哎，它就是我们在会考里面算是一个决战的一个关键哈、啊。也是会呼应我们就是108课纲好所谓的素养阅读理解的一种题型 ，OK 哈啊，当然这种东西啊，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样子啊，就是啊题目热热等，哈、啊、题目很长，对，要同学们去从里面去抽丝剥茧啊，去找出一些题目的线索啊，把事实列出来，把答案解出来这样子 ，OK 好啊，像这种对吧？哎，就是同学蛮常看到一种题型，107年会考题目。对不对？好，给同学们就巧克力包装成方形跟圆形礼盒。好，题目一大串，对不对？好，什么要买几盒方盒啊？几个圆形啊？钱不够啊？啊，如果反过来，如果先买7盒方盒啊，三盒圆形盒啊，啊，会剩下钱这样子。好，像这种题目啊，其实你只要把一些关键句啊，把它圈一圈，好，然后定下心来，好，不要紧张，哎，然后把它列出来。哎，只要肯列，都有机会把它整理出来，这样子，好、哦，这种题型大概会是长这样，好、哦，一个很长的一个题目的一个啊所谓的理解啊为主这样子啊、哦，或者说啊像这种，对不对？哎哦，就是算蛮生活化，就是所谓的生活情境题啊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哎某超商促商促销活动内容，110年会考刚考的题目 ，OK 好、哦，跟同学们简单的这个分享一下。哦、啊，所以他基本上你只要哦，就是把题目读好，把他题目读完，其实也没有到非常难，就是说哈、哦，就是一个生活情境题，让同学们啊、哦、能够在考场当下啊、哦、，OK 哈、哦，不是那种很知识那种以前国中段考题啊那种很老的题目，不是比较新颖的题目，哎 ，OK 这种题目啊，同学们也要注意到，因为就是如果你不了解题目意思或是题目方向，你读错了啊、哦，那就很可能就会卡题啊。啊，卡题就比较麻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方向错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种题目啊，同学们就是在平常时候啊，多看多练习。